前进葫芦形的准备好来。每礼拜六水南乡中兴国小的篮球场是真热闹，因为这一礼拜一届直排轮社团已经成为中兴国小学生上的爱运动。因为觉得直排轮很有趣，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不会的动作，学会了我会觉得很开心。我觉得直排轮很好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学。中兴国小的新历届假日直排轮社团，爱为学校主任王国兴意外捡到一张组成团体要帮助偏乡教育的广告单，很像广告的传单。那种传单就会让人觉得说你会很想把它直接丢掉。那就是我把它打开来，我发现里面是世界和平会的一个公文。那直排轮这个运动的特性就是它必须能够站得稳，那很符合咱这长卡囡仔吼，就是要克服外在环境的挑战，然后步上他人生的一个坦就是平坦的道路啊，所以才申请这个计划。虽然主任王国兴提出跟篮球场提升使用效益计划，举办学校争取到买直排轮的经费，不过让校长拢无放弃机会，四处找赞助，最后顺利有了输出如期开口。篮球场啊，因为我们溜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平地、硬地练习，都是可以练习的。这学期学了真好，所以阮就是这学期要小朋友去参加全县的比赛，啊，希望可以让他们进入比赛。激发他们的自信心。那我们除此之外，也有申请其他的营队，包括我们的那个社区的篮球营，以及学生的国画的学习。看到学生在直排轮运动中找到成就感，让中兴国小主任王国兴真感动分享。伊讲，虽然环境带来困境，但无法度改变，只有师长带头为困境中找到方向，才是帮助这偏乡囡仔进步的方法。记者李克山，差不多。